清洗过粉末的时候，用那个烤盘在后面叠高约45度，之后用常温的水将里面的粉清干净，啊，连续这个动作多做几次，之后等里面也都干净了之后，再将这个塞头拔下来，啊，将里面的粉也全部清干净，这边也是，之后蹲下来看里面有没有卡粉，有也是把它清一清，在中的时候看看这个红色的螺钉在不在，再装回去的时候，如果里面有粉的话，也是把它用回去之后再倒清水把它清洗干净，全部用完之后用干布将里面的水分清一清，清完用那个吹风机将里面吹干，这边也要将它吹干，吹干完之后这样就可以了。